欢迎，请进，请坐下。谢谢。我们桃城团体是在新北市台山区，所以我们称它为 TFC， 台山 Formation Community， 台山桃城团体。这团体主要有两组 ，OTP 学生以及神学生。OTP Overseas Training Program 海外培训计划是包含读中文以及做牧灵实习的会士们，特别针对那些发展院还没有完成神学学业，并且有机会能够在台湾继续读神学的修士们。OTP 学生来自各不同的国家，特别为了完成两年的中文课程以及母领实习。我们住在泰山区，距离新庄的天主教辅仁大学不远，骑脚踏车约只要十分钟的车程。我们有小圣堂、厨房、洗衣房、图书室、会议室、休息室、个人的卧室以及小花园，也有一个健身房。如果想了解我们的身份与工作，那就要从最主要的谈起，也就是我们的祈祷生活。泰山团体是一个灵修培训的一个社会团体，我们时常聚在一起祈祷以及共舞，借由每天的弥撒以及共同的祈祷来喂养我们的灵修生活，使我们增强圣言会会士及传教士的身份。我们身为弟兄住在一起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早上弥撒后，我们会一起在家里用餐。中午，我们有机会跟辅大团体的会士们一起聚餐共融。白天是我们特别忙碌的时刻。ODP 的学生在辅仁大学的语言中心学习，修读神学的会士就到辅仁圣国民神学院上课，晚上我们都会回到泰山一起共融用餐。修士们各自轮流煮饭，每个人按照他们的能力做出他的家乡菜或台湾料理。修士们一周要煮四次晚餐，其余的时间他们会出去在一般的餐厅吃饭，好能尝试本地的口味以及学习怎么样点菜，并练习如何跟本地人沟通。平常的时间我们也做些家事，特别是打扫我们的房子、垃圾分类、打理我们的花园。在周末的时间，修士们会被分配到台北的堂区做一些牧灵工作。新来的会士必须面对语言上的挑战，试着跟本地人对话和互动。暑假的时间， OTP 的会士继续语言的课程，也会到阿里山参加夏令营以及各种堂区或教会组织举办的活动。修读神学的修士们就会安排到医院学习 CBE 的课程，就是临床牧灵教育，就是医院里牧灵实习的经验。这些丰富的学习课程是为了准备未来有更好的牧灵服务。
我们的团体也有其他的活动，参加工作坊、服务学习、月开会、圣经分享、牧灵分享、歌唱练习、会写、闭经、团体旅行等等。每逢台湾重大的节日，就是庆祝过年的时候，很多热心的教友会让新来的会士们到他们家里住上几天。